你好，咪菲。今天呢是我的妈妈放松日，我找了我的好闺蜜们，今天呢要来跟他们玩一个夏天都一定要玩的游戏，帮各自来准备比基尼。那我找了好朋友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，我们就来邀请我的好朋友们来吧。帮大家抽签，就是大家谁要准备谁的。好，我一定要准备谁的。我要准备包子的。那包子，我准备小乔的。我准备小咪的。我准备维尼的。耶、那我准备海涵。我的。OK， 那我们先从谁要开始来拆包子？一组。维尼跟包子。好，我准备呢，我准备三套。三套。蓝包跟左边右边，好不好？什么叫？还是眼睛？你眼睛闭起来，自己摸。你自己摸，自己摸。左手右手。跟你一样是不是？我跟你一样。这个对，但其实我更希望他可以穿另外一套。对啊，他还有露奶，然后还有高。我真的有不破道理。然后他还有附赠两条长袜。又来。先去饭吧。先去饭。好，饭。先去饭。饭。饭。哎，我真的挑很久哎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挑很久，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你。我白啊。你可以让你该露的露，不露的还可以遮起来。对，他是很用心耶，而且他是有设计感，他这边还那个可以哺乳，是不是？他可以打开你的哺乳吗？哺乳，这是一个这样吗？这样，这有带小孩的状态好吗？可以的。这个是我帮凯涵的。耶！哇，看他很期待，紧张，因为他有跟我学说他不要露太多肚子，因为我肚子现在太胖了。我帮他选了一个超可爱的日系风。哇！比较成熟的，对，就可爱，对，这个颜色其实好看，穿出去其实也可以，哎，就可以当上衣，因为我的意思说上衣啦，不好意思，就这个没没没，这个很松哎，我是想要讲我怎么裤子，然后我们那个咪菲穿起来它有一点松了，然后结果我说你这边，我说妹妹很松哎，许韵哲直接说，哎，你妹妹那里很松，还是省略，不省略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怕？然后它是这边是哪？这怎么转上去？这边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是这样。我对于这块布有点不太能理解，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这怎么一身套装？咪菲抽到千王，是这样试穿过吗？有试穿过了，他试过然后不敢穿，然后成功了吗？你成功了？你试穿过就决定送给咪菲了吗？这件其实很好看，因为这个我可以啦。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件他根本就不知道正面是哪里。你真的有穿过吗？有穿过。包子问陈乔说：“你的长辈多少 ？”H。但是你已经成功让我们感受到英文字母大神了。你已经感受到英文字母的震撼。对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就算比方案，我们不勉强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裸体。什么比基尼之类的？什么裸姐啊？下次去带巴西比基尼好吗？对对对，可以。我真的太……不要下班好吗？哎，那这个秘密是谁？Hello， 姐妹 ，sister， 你准备是东西给人家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他到底穿泳装后什么样神秘的状况呢？我们就去楼上的泳池看吧。忙哎，往后仰一点。我已经真的超会照顾人，就他皮肤真的很不认识。需要奶奶，我想要你的奶奶，来这样，现做一个奶子吧。不，这样好看，再这样好看。等一下哦，好，可以了 ，OK 了。你在忙什么？我那一杯。超多比我想象中还要多，
准是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来看我们对彼此到底有多讨厌。就是塑料的友情。所以大家可爱。快点插进来。我觉得你可以快速的转进来。可以啦。你觉得我选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很适合我，而且很好看。我觉得黄色系好看，我有一种最安全、可爱系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。你像老态中人。很像大小姐的感觉，开发家的那一种。开发家的八九妹。一定没有漏哦，没有漏点。我看一下啊。没有。其实这件呢，我觉得上半身还可以。为什么我会穿牛仔裤呢？因为下半身真的会被狂飙。太露，真的太夸张。我觉得其实这件性感的是这边。鼻豆子在旁边。鼻豆子很尴尬。就是蛮好看的。如果穿这件当牛仔裤，然后现在很流行那种高叉穿里面。嗯。这种拍照功能它没有游泳功能。对，它不能游泳。它不能游泳。它有它是鼻豆这边，奶就掉出来。哇。哇，太酷了。棒哎。而且很像最新的 Barbie。帮你披一个金色头发。想问一下，如果是芭比的话，你要怎么走秀？因为芭比的一个芭比，芭比来，芭比不是让我，不是啊，大家知道跟谁当朋友了吼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朋友。那我真的可以来一个东京乐吗？不行不行。是许君桥，姐妹装。为什么要挑那种奇怪衣服给我？我觉得非常好看。下面真的就是也跟他那一套很像，就是非常的露。因为他其实白色的皮肤搭这套的话，他其实蛮衬的，而且他微微的肉，有点下乳。微微的肉，微微的哥哥。就是生理起来不太舒服，他就先回房间休息了。所以我们来打架啦！第一届坐骑比赛。对，我一定要选在你。我随便啊，你选一个，选一个。你选一个。超差的，这边一半都是塑料的，运气很差，碰一杯就是杯。而且重点是报应来的超快，两件早超时尚，这只是一个开心的度假行程，好开心。然后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再邀大家一起来，就是互相换比基尼。这个我们要，我觉得我们要自己选择最多。然后全部人都要我买。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女教们，我也搜寻他们的 IG 还有 YouTube 跟脸书，记得按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并在下面跟我讲说你们最喜欢今天的哪一套笔记呢？欢迎在留言跟我们分享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希望不要黄标，再见。不要黄标，不要监禁我，谢谢。